大家好，我是老叔。已经很久没去钓鱼了，最近家里装修有点忙。今天我的朋友 Danny 过来帮忙，所以他也很久没去钓鱼，他心痒痒的。那我就带他去远一点。今天现在都已经傍晚了，4点多，所以要赶快出发。好了，出发。Danny 回家了，先把他接上。来蜂窝啊？那个就是自学那个好叻嗰个咧。哦，金一南。金一南啊，系啊。自学那个金一南。我讲得件啱噶。哦，佢系啊，讲得有声有色噶，而且佢个表达能力好，佢谂嘅嘢谂得周到之外，佢表达能力好。中国话咩？啲边度系咁样啊？嗰啲咁家阵啊，因为你养飞嘅。现在已经到了钓鱼的地方了。潮水很高，1.9米，平常1.7米也很高。第一次晚上拍视频，原来这个摄像机近距离还行，离远一点呢就比较猛。为了晚上拍视频，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头灯摄像机，但效果很差，260块钱，可能太便宜了，不行，朦朦胧胧，完全没有效果。我们刚开始钓一回，一个中东模样的小伙子，他把线上的鱼饵拿过来给我们，有10来条沙丁鱼，有差不多半kg的小沙，挺新鲜的。他说他钓了10条鱼，有3条 flathead， 7条 bream。他跟他女朋友还是小夫妻，我都搞不清。他来的比较早。钓鱼的最佳时间可能是过去了，我们还是来晚了一点点。店里第二条了。那钳在桶那里有，我想你都是要剪了它，你怎么拿得到啊？钳没执落这个桶的，没留了，没执留了。你刚才个钓得有几远啊？5米好远。有冇5米啊？10零米啊？咬咗一下又唔咬啦，啊？浮远啲啊？我唔知哦，知啊。太远可能唔得嘅喎。一条 flathead，真系有 flathead 嗰度。
本来有一只钳仔，你有冇？波钳。来。得啦。哇！佢嗰啲，屌个头有两只刺噶喎。这种浅颜色的 flathead 要33公分，深颜色的 flathead 要36公分才可以拿走。咬了，咬了一下，怎么又不咬了呢？勾到了吗？我看看啊，拉了这么狠，他妈的，勾到一条了。哎呀，这个摄像机真的不行，朦朦胧胧的，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啊，勾到了，还是说是专门晚上用的摄像机？啊，不少啊！我的天哪，太差了，不论不小。还行。不论，吓、啊，都系腊鱼，都系腊鱼啊！有啊，都几大口条都。好大条。有合 size 啦，25肯定过噶啦。又中一条，来呀！哇哇哇哇哇，这么猛啊！都几大下嘅，哇！size 够噶啦，呢啲啊，啊，呢条几大喎，第三条，啊，只有三条啊！到了差不多9点，就再没咬过钩了，不钓了。Danny， 你钓咗几条啊？四条。
嗰、那個係啊 size 就都 OK 嘅，只不過條數又少啦。放放蛇，三個小時釣了三條魚，下去要早點來。这个 flathead 就算了，不要动它了。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走了。现在几点？哎呀，9:45了，差不多10点钟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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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差不多10点了，回得去11点吧。好，出发。